演艺圈的好消息，这个是艺人康康，昨天呢是席开了百珠来补请婚宴哦。那演艺圈好多好朋友都来参加了，甚至呢还有六对的搞笑的伴郎伴娘。下面哎，亲一下。康康一身闪亮亮的黑西装和小他十八岁的嫩妻张家佩大方亲吻秀恩爱。今天要整我的人应该要小心一些，因为我也有一些道上的兄弟也有来啊，开玩笑开玩笑了。所以要保持清醒，尽情动态。老师，我有一个老师是说叫我今天要保持清醒，然后一定要动法。那我是跟他说关他什么事啊？强调不怕好友来闹洞房，还大开自己玩笑，就算是当新郎，康康还是不改搞笑本色。首先欢迎，哎呀，郭鑫欢迎，戴伦欢迎，哎，纳豆。新郎官展现综艺圈内好的人缘，这六对伴郎伴娘可都是精挑细选、搞笑功力十足的综艺咖。原本他们跟我说，如果我不跟帅军的话，我就跟鸭子。那我想说，那这样我还是选帅军会好一点。因为勾手的时候，他完全是卡在我的嘎吱窝那边的，对，他觉得没有勾不到他腰的部分。去年十月已经在大陆杭州注册结婚的康康补请婚宴，席开百桌，现场星光云集。中天新闻综合报道。